你咋这个呀？嗯，别管我呀。哎，你听我的肯定没错。快快快！你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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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。你继续打，就一张了，打吧，肯定行。杀！哎呦我的妈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，你们还得回去吃饭呢。啊？还急啥呀？把这个打完再说嘛。快点把筷子做好了，要得回去吃饭呢。走！不玩不玩，快死！五瓶，杠。杠上开花。哎哎哎！啊！那咱们今天我随便点，我请客。自摸。二条过。打麻将还能过呀？那不然呢？我三带一，打麻将还能三带一呢？那不然呢？哎呦，你这用了 iPhone 十三，你很嚣张呀！你今天都这么有钱？哎呀，你太高估我了！我这个手机啊，是拼多多上面9.99秒杀的，这么便宜，质量能好吗？拼多多双十一回血回馈。人家可是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的，配华为手机现在也能秒杀，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抢。我之前听朋友说还不信，那我一会儿也试试啊。不是，你们还让不让我出牌了？别说话。既然你都三百一了，那我王炸。面对疾风吧。江西，江西。是不是也会被球砸到头啊？告诉你们啊，想都不要想，赶紧滑走吧。还没走呀？你想我吗？我一点都不想你，我一点半在想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我看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哎呀，别往那边看，那边还没打下呢。你叉叉上日出，熊哈哈唱日落，哈利波特禁止扫帚飞，扫地扫地，而我的扫帚只能建立垃圾堆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哎，美女美女，你俩比个心呗，来，三二一。啊！你跟我一样。啊！反了。撒！那个手。孙悟空啊！孙悟空啊！特别准，感谢大家的夸奖。那您能预知未来吗？那必须的呀，前后300年就没有。陛下预测到了吗？如果我给你100块钱，让你打自己一巴掌，你是打还是？哎！追着日落，飞行。
哎，两个美女，等一下，嗯，这么大个太阳，你们都不打伞的吗？啊，我今天忘拿伞了。那就用我的嘛，可是我只有一把伞哎。那就给你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好，你跟菜上齐了。再来一碗米饭。嗯，你们三个人就吃一碗米饭呀？没事，你上就行。嗯，好的。你好，您的米饭到了。快吃点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别叫。这米还挺好吃的。哎，苏雅儿，有人欺负我。嗯，几个人？七个。走，找他去。那你一个人怎么找呀？我一个人咋了呀？我跟你说，我七岁扎马步，八岁练太极，我九岁胸口碎大石，你看我这腹肌。十一岁练的咏春。不是，那你十岁干嘛去了？我十一岁练咏春了呀。我说你十岁干嘛去了？我九岁干嘛了来着？胸口碎大石。我十岁养了一年伤呀。别提了，哎，不要紧呀，跟你讲啊，中原才子千千万，国有几人能为官，山高孤云随马去，东归漫路自觉难，找寻出路必远去，蓝田十月雪塞关，翔凤边风十月寒。这啥意思啊？这意思不要让我眼高手低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不不不，我这是一个啊藏头诗。哎，买单。你好，咱们一共消费180。180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我来。那你来吧。我今天我没带钱，你来吧。我好像，哎，赵瑞尔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了。正好上次借你200块钱，这次正好还你了。哎，哎呀，没事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下次见面不一定啥时候呢，快拿着吧，放这儿了。拿来吧你。来啦，进来吧。哎，咋叹上气了呀？你这一叹气把好运全叹走了。年纪轻轻的阳光眼不好吗？积极向善一点喽。我是有些话呀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啥话不能说呀？别磨叽，快说吧。我有一个好姐妹呀，她被绿了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有一个好姐妹？嗯。你上哪儿来的好姐妹？咱们这条线都不跟你玩了，谁还跟你玩呀？不就我吗？现在不就我还跟。我已经开始迷失在这片有你的森林，你存在深深的脑海里。